个地呗。你喝点米汤吧。嗯，白菜。嗯，再白菜一点。还能多喝点，你看网上。要不用那个里面那啥？没事，一样，一样，一样，跟这一样，没事。好吧，嗯，看，人家没事吃，光说不的。要不就这么转转也行。嗯，他这个摘到吧，吃得劲儿。对，摘到这吃也得劲儿。不凉哈？不凉，不凉，凉是凉的。嗯，喝点汤吧。光说料汁多好哎。人家那个，俺丽啊，丽啊。嗯嗯嗯，陈红那个丽啊熬的粥炒的白菜，别的也不能吃，是呗？嗯嗯，又喝不少啊。嗯，那多吃点该不是好哟。对呀。来，就得勉强的，你们往上靠过来行吗？汤吧，没人。为了丽啊，好也给雪梅都好好管着点，她姐丽啊，那边的人，雪梅，光看这姐姊妹们多好哎。嗯，那真是。嗯，看你在家谁管你？嗯。嗯，廖芝就说你下个月不想怪你，这叫姊妹们都把你怪到你都，那真是。嗯嗯，反正都不然这你娘那没事。嗯，对呀，娘那没事。对，你都拉过去，不就压了，不压了吗？啊，拉你也行，拉你也行。哎，这样多好。真的，你看，下桌这种我也不知道。这我留着吧。啊，留吧。留着一会儿能喝再喝，对，是吧？行。我说看着气色也好嘞，也这个一点一点看一点啥。嗯，这要不是这熬不真熬一个月，这熬不着命。嗯，那俺回来还是正合适。是啊，明天要拖一天回不来，那麻烦了。这心脏这不好，不能拖。这个别的，你不能说不像别的，他拖到这没事。真着急了，这。你要不是回来呀，都照着。哎，一打电话，可不嘞。一打电话，俺都没有打灯，我都从天津到的。电话你知道可巧的，打完这只电话进去都一挂，电话又进来了。我说这谁呀？一看是小孩。嗯。他说咱娘也不在这乖，我都咱们腿都软了。嗯。腿软了，我说咱们看爷爷不对劲，姥爷不对劲，我听了听都不对劲，我说我得回去。家里都开始哭。嗯。家里说妈，我跟你一块回去吧。嗯嗯。我说我那个。没事，我就一边哭一边说，我说我就问徐月，我说咱娘这边到底啥样？也，但是咱娘还是清楚，就是肚子疼啊。第二天又不是没来事嘞。啊，对，我说后来，我说那我说佳音，你不要给我走，我都赶快收拾，都到北京都跟着郭强往回走。嗯，这真是没头。没头。看你可怜溜达的，你都不能走了都。那真不行。他都不能睁也不能睁哎。你要弄到命呀，我讲我也。看不住劲了，那可不看不住，这心脏上可不就是瞬间的事儿。我为什么我说这别的事儿不一样，这不能大意。是。哎，我看着你说像你多像。嗯。哎呀，这是不是不是，这是养药干啥？就是治。是啊。养药就是治，该用药是吧？用药的时候你好药啊，这。哈哈哈！这药真好呗。那都摘，不要难受啊。就难受，他如果说嘞，咱可这样过上这个小过，那真是要吃是败家的，那真不行，不难受。你给他好了，想去北京，你就是说，一说叫你去，你离不开家，去了，那去了，哦，那去了，那去了，去吧，那。我跟那黑家在天津，这家空那么大，你跟我说在这做早饭。嗯嗯，去。对了，想开点儿，知道来的。嗯。想开点儿。不正岁数啊，是不是？不要难受了啊！谁也别不得劲了啊！啊，就是。这样跟正经光啊！回来我爹能跟我说会儿。哦，就是的，你健健康康，俺进家还个爹还个娘，有人答应。可不是挺高兴是呗？不是。嗯，叫不得劲了，谁也叫不得劲了。嗯，不难受，挺难受的。你看，这给你叔叔，咋说了？那啥了？叔叔。啊，要不是咱就小，要咱这回我，你这人这缺德，你看这小人，都帮的。要不是让这能啊，是呗？咱没这那啥，也我在高速上，我在高速上一边走，我都想着，要是路过俺娘回去，看着特别重，他爷爷特别重，这咋弄？我都在想。
后来我就给我爹打电话，我说爹，我给我想说，我想咱爷来内看，第一照顾方便，过趟不用来回跑我们家太累了，要不这样好。俺爹说来，后来给姑爷李月雪一说，俺李英说都来这儿来，都来这儿，在这儿方便，能照顾走饭，这都方便。多好啊，李月雪。那最起码城里边不用你等我叫走饭，咱想吃喝个稀的，这熬点粥啊，蒸点米饭啊，都能。自己吃方便，想想也不是找不到。是啊，什么事？想知道这人能想到。